逢星期四晚9:30，现代豪侠传，客家佬、阉鸡、四海、啤梨。第四節的現代合傳，我是啤梨，四海，何英文，阿吉魯，林康正，應該三火。嗱，咁我當然咧，即係要講下我哋嘅愛國情懷啦。嗱，其實咧，即係咁樣講，認真嘅就唔好講講我講反話。何英文，我相信就最同意。其實我哋曾經每一個都愛過國啦，但係即係淪陷之後啦，或者九七之後啦，回歸之後啦。咁我哋受到好多即係外力嘅欺侮啊！咁啊曾經迷失過，咁但係的而且確，去到近日，尤其是上個禮拜啦，即係南海即係個裁決出咗嚟之後咧，我好嬲！我然後先知道原來喺我骨子入邊流嘅，始終都係中國嘅血液，所以我忍唔忍住咧？我嘅愛國情懷太撚大啦！我呢排日日都喺度唱。有孩子，哇！屌你啊！這是你的家，好撚嗨吧！我覺得自己，我終於感覺到我好似温兆倫咁，我哭了，我哭了，我終於有國家啦！屌你老母閪！嗱，上次我哋講過啦，嗱，邊一個曾經唔係都話好撚，即係中意睇呢啲，即係尤其是嗰陣時80年代咧，無論端嗱70年代李小龍其實《精武門》咧，我認為李小龍咁多套作品啊最好睇，即係成套個劇有啲故事，《精武門》。最好看最撚無厘頭嘅就係打得堅嘅龍鳳鳳爭虎鬥 ，OK 好啦，屌你老味！當日我哋睇呢啲個個都好撚 high 啊！喂，而家真係睇撚見你真係想嘔喎！屌你老母閪！喂，你中國即係近呢幾日啦，呢兩個禮拜我同林康做節目啊，日日玩 Facebook 咧，真係已經咧恥笑到真係冇得再恥笑，你想點啊，大佬？你究竟想點啊？係嘛？你真係成為呢個世界嘅打飛機大王啦！今日咧，即係頭先林康正講咗啦，蘋果啱啱有個 breaking news， 我就唔知個 breaking break 到而家幾個鐘之後嘅越南就唔撚同你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護照辦簽證啦。嚇！因為屌你諗，你個護照入邊有個9段線噶嘛？哦。有個海域嗰圖地圖，咪唔撚吸到你咯？哦。咁你中國點撚樣咧？係咪同越南？斷邦交啊！你起碼有種啲，係咪都要咁啊？定係咁啊？換兩個本護照咯，唔撚緊九段線咯，係咪咁啊？咦？唔係喎，啲印刷佬有生意做。印刷佬有生意做啊，但係你係咪咁啫？你而家你中國，你講緊到未不到最後嘅關頭，決不輕言戰鬥。屌你！中國係和平之邦啊嘛。OK， 阿客家佬你講下。講曬。喂，客家佬。咩啊？屌你！乜嘢？其實都冇乜嘢講，你總係咁 Q 樣嘅，係咪先？屌你大隻講講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係你覺得你不如講咁講啊？你覺得喺乜嘢情況底下，中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先真係終於會打仗啊？點會打啫？歷史話俾我哋聽啊嘛，大佬8年0咩抗爭對住日本仔，人哋殺你全家，奸你老豆，奸你老母，奸你全家。你老味，你都係一樣開門俾人哋入嚟啦！歷史唔使講噶啦，打最嚴重嘅。點會打咧？屌你！跟住毛澤東仲多咗日本大日本皇軍啊！屌你！有咩打中國？共產黨都可能忙，係真係打共黨。
睇其他冇論述啦，考考你哋。係啊，阿牛精文，你覺得係咩情況啊？中國人先終於會戰鬥咧？唔會嘅。點撚嘢會戰鬥？自己打自己咪戰鬥咯。係咯，內鬥咯。打中國人，外國對外國人啦，就算佢一個閪資咁樣細國家都唔夠膽掂下佢啦，屌佢個老母！佢仲夠膽掂就係嗰樣賓人嚟，屌你乜個國家人都恰鳩過你嘅。喂，歐洲個國家玩鳩你，我想講乜嘢啊？你唔好講話菲律賓就去仲裁啦，其實越南呢下嘢好撚串噶。林康正，其實越南在外交上面好撚轉，你而家點轉彎先？北韓啊，屌屌佢咁多蚊妥你啊！而家北韓就當佢傻啫。即刻就宣布第一點，第一步就唔做越南嘅決簽證20萬啊，冇做到啦。第二點喺越南出邊軍事對演習更加唔會做。唔係咁，我唔理你，唔好咁樣啦，唔會啊！我哋個偉大強國唔會嘅。點會可能人哋？佢未反應到啫。唔係，佢未反應到啫。嗱，其實正常嚟講啊，即刻外交部咧。喂，最簡單，唔好話行軍啦，就揾黃奶出嚟。唔係啊，即刻屌你老母係報復噶啦，即係召翻召回大使啦，不停辦簽證啦。係緊要。因為你而家你越南都係好靠呢、這個其實即係都有啲中資嘅，除咗有港，即係其他世界資金，你已經起碼要做呢啲啦。暫時當然冇啦。OK， 喂，閹雞，你發揮下，你覺得我哋偉大嘅祖國喺乜嘢情況底下終於會戰鬥啊？最後關頭啦。人民子弟兵係只會打人民嘅啫。其他情況是不會動手的，絕對不會，絕對不會。 OK， 波仔呢，我希望你的洞見啦。我沒有什麼洞見，我只知道林康正說我似彬彬，所以我是心系我的祖國。我會揸架飛機去炸去南京，炸死他30萬人，我想他都不會打我下來。哦，那是你不用的。你不用的，你嗱，你扇撚低好多人啫。嗱，大陸就咁樣嘅，你如果入你揸兩把刀入去斬死三幾個人咧，英雄嚟㗎，唔係佢會拉你。但係咧，你真係殺得100-200個人咧喺入邊咧，佢就即係叫做戰鬥㗎啦嘛，嗰啲佢就唔會打你嘅。我同大家講，屌你點解今日會講呢個話題咧？因為咧嗰日我唔知講開乜撚嘢，定係喺林康正嘅節目，定同阿客家嘅飲茶講。屌你兩母閪，喺我哋愛國嘅時候啊，而家係講愛國嘅時候喎，即係未有咁撚反中嘅時候喎。屌你老母，係咁睺撚住啊！希望佢打啦，譬如有乜撚嘢釣魚台有呢樣嗰樣。屌你老母，個個講撚到哇！屌你老母，菜好撈嘢，一定要打。喂，隨時做好作戰準備。屌你老母，跟住影啲相出嚟啦！唔好講習總啦，以前啊，周恩來啊，毛澤東啊，乜撚好，個個走出嚟殺有介事。屌你老母閪年啦，咩咩？屌你老母，趙紫陽啊，個個都試過嘅。喂，咩最後戒備啊？再唔係嗰啲唔知嗰啲，屌你九一分界嗰啲咁嘅咩中央軍委副主席嗰啲咧，又喺度即係扮緊曬嘢影嗰啲相咧。98年啊，屌你老母閪！台灣大選啊，國外啲飛彈喺度肥你，96年啊，哇！但係我哋喺咁多年之後，屌你老母真係由唔好話興，由驚啦，因為打仗兵凶戰危啊嘛，到屌你都冇情況咁，你屌你都少日本啦，等到而家屌你老母咁撚樣，真係咁撚樣，冇驚咁嘅樣，冇驚，屌你老母，你打乜撚嘢啊？飛機咯，嗱，我成日以為係我咁偏激，咁撚多嘅兄弟。牛精文講到話齋，閪節咁樣細個國家，嗱其實閪節係名詞嚟，係唔係形容詞嚟嘅？你其實係用錯噶，不過唔緊要啦，我照用啦。閪節咁細個國家嚟恰鳩你，學你話齋，越南仔，屌你老母，越南仔啊，平均嗰啲都唔知道有冇5.5。屌你老母，個個咁撚樣嘅，個身得咁撚薄嘅啫。依人嗰度尿都浸撚死啊！屌你老母，你都牛底，真係屌你老母死啊！慘好啦，我真係覺得，屌你老母，我哋作為屌你中國人，我真係好得慘。我希望習近平總書記，你派我，你派我俾你追打佢哋，我寧願死撚咗佢啊！屌你老母，唔可以俾人恰到上頭！屌你老母，喂，喺你個頭頂度屙尿打飛機嘅，你仲要買大個口喺度㗎喎！屌你老母，死撚咗佢啦！仲有啊，各位朋友，唔該啊，現代豪俠傳啲聽眾啊，記得將我哋嗰啲節目啊，背上字幕啊，簡體字幕擺翻到上上大陸啊！你唔好話我哋唔愛國，你邊有咁撚閪噶？嗱，所以呢幾日咧，呢撚咗咪個個走出嚟咧，屌你咩維 KFC 啊？喂，大林康正，點解你唔維麥當勞嘅？我因為麥當勞，我作為個人啦，我可能 KFC 未必，你成日麥當勞咧，係好似香港啲 seven 係外即係判翻即係賣嗰個，但 KFC 都係嘅喎，啲人就啲大陸仔係咁同我解釋㗎，我就冇深究啦。屌你老味，因為啲老闆都係大陸人咧 ，KFC 就唔同，係美資嘢咁樣。
屌你老母喺 franchise 所以麥當勞。屌就多數都 franchise 啦，而家啲美國佬。屌你老母喺你啲咁樣打，你真係打飛機大王之中大王。拜嗱，我哋費事喺度再 re 即係再重用啲片。求天拜神，屌你成個波仔咁嘅又有知，屌你老母就係冚家產綁住幾隻老鼠，喺個老鼠上面寫住南海嘅，喺度我入溝袋啲老鼠，屌你老母就係再唔係揾支唔知乜撚嘢扮點火，上面整個南海，係啊，跟住砰，屌你老母全部飛機大王，屌你老母，仲有寫紅一字，雖遠必誅，我求係美國總統普京，係啊，屌你老母必誅，我求係，屌你老母。你上早兩個禮拜就共產黨又話屌你老母啦，又話乜撚嘢？屌你老母，做好準備啊！不惜一戰呢樣嘢。屌你老母，而家就話人哋為人哋抗日愛國，你就話人哋咩冇唔夠理性，又話人哋屌你老母蠢貨。你老母喺我哋深圳書城嗰條女啊，即係林康政府嗰張相咧，嗱嗰對波係靚嘅，足筍嘅。嗱啲人就啲女仔咧，即係啲女族友咧，即係我唔響名咧，就挑咩八字嗱，其實咧。即係你哋作為女人咧，係有啲妒忌嘅。波咧，全部都八字嘅，咁樣夾出嚟逼嗰啲咧，係去夾或者戴薄膜。個波如果生出嚟係咁撚樣喺度，屌你老母閪！有條六七寸嘅字先，屌你老母除衫你驚啦！咁撚奇怪，你對波屌你老母咁撚樣黐撚埋嘅，屌你老母做乜撚嘢啊？喂，梗係夾，梗係白有少少八字啦！屌你老母閪！即係我明嘅女讀者，嗱老實講。我要咁講啦，即係中國咧，我哋梗係恨鐵不成鋼啦，嚇咁啊！而家甚至乎都唔恨啦，但係的而且確咧，匪國嘅女的波是大的，屌你老，波形亦是好的，係啦，又係重慶啲嘅，真係啊！呢個真係事實嚟嘅。唉，我都唔撚講，我唔撚識講啊，閪撚到。下一節我哋翻嚟宣佈下我哋最近嘅動向啦。現在租個倉又要幾萬元，而且拍個宣傳片又要兩萬多，如果在網上做 set up 又六七千，網上的社交平台做下宣傳推廣你自己的東西又要閒閒地有五六萬，計一計下都成十萬了，不想一腳踢那麼辛苦， MHKTV 一於幫輕你。我們的網台是很貼近香港人的口味，而且娛樂資訊非常發達和豐富的一個網台來的，由簡單的宣傳到促銷一個 platform， 萬二元就搞定了，而且可以享有我們專業的服務而且態度。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我們市場總監 Debbie Ho， 電話是92323737，快點找他談談吧。 MHKTV 輕鬆生意攻略，和你一起打拼。是不是看極都不夠喉呢？如果想繼續看我們這麼精彩的節目，就上 lowzoo.com 訂閱我們的頻道。沒錯，大家還可以 subscribe 我們 YouTube Channel 的 lowzoo.hk。 嗯，是的，還可以上我們 Facebook 專頁去 like 我們的。沒錯，如果大家平時會用手機上網看片的話，就可以 download 我們的 apps， iOS 和 Android 都是叫做 MIHK。 是的，所以我們現在蘋果機都可以看，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